日复一日的工作，同事间明争暗斗，老板主管施压刁难，充满压力的生活，只好吃着重复的同一家便当店，用着又油又咸的调味料来麻痹自己。是时候该来为生活做一点改变了，就从现在开始料理自己的人生吧。今天晚餐决定下厨，用缤纷七彩的蔬果、天然的味道、食物来疗愈自己，展开充满冒险、少资族的料理人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高尔根，我是白龙，我小树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没错，我们要教大家做一个圣诞节礼物去做交换。没错，因为圣诞节大家都习惯交换礼物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教大家做米其林等级的巧克力圣诞树，真的是米其林等级，待会你们看就知道。然后这一集可能你们不会听到太多我们以前一直抱怨老板啊、抱怨同事、干掉同事，因为今天要放假了，放假就是轻松 release 一下。而且我们教大家的是符合小资族低成本制作的甜点。然后我动用我人脉关系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吃素，对，朋友非常多哦，刚好 vegan 界有一位又帅又厉害的 vegan 甜点师是我的好朋友。vegan 甜点师，我们虽然小资族收入有限嘛，对，但我们要靠关系，对，靠关系弥补那个差距，有关系就没关系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一间纯素的面包店来做户外的拍摄跟制作甜点。哪一间？哪一间？我们的西皮面包。哎，我们前面是直接这样，我没位置。然后等下我会给你进来，我会 cue 你再进来。我说还没进，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最帅、vegan 界最厉害、最知名的 Adrian。Hello， 两位好。为了证明我不是要攀关系，是我们真的从小就认识，对不对？大概数年前吧。我小的时候我们算小吗？对，算很小了。大家好，我叫 Adrian， 我是台湾人。他刚刚怀疑我是不是台湾人，对，因为他长了很多胡子，帅。对，我想留都留不出来的胡子。在台北长大，从高中开始就自己做纯素的点心。很荣幸的在毕业之后呢，本来一开始在别的店铺里面做一年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在台湾教了几年之后呢。就很荣幸，就是我机会到维也纳跟巴黎深造，今年初才从巴黎回来，待过米其林等级的餐厅，第一次听到这种完全教纯素的甜点，而且很坚持嘛。好，那大家都有认识 Adrian，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做的是什么？对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东西比较简单，巧克力脆饼，就做成了圣诞树。我们刚才前面问说，这是会不会是一堂课里面这样价值多少钱？有没有？然后我们一堂课没有只教一道甜点30分钟，我觉得这个点心很简单，这个其实很适合是亲子，就是亲子类型。我们今天用饼干底呢，我们是用 Oreo， 对，我们用 Oreo 巧克力切碎，因为待会要当做我们的圣诞树里面的材料，或是如果可以放那种袋子把它打敲碎，可以，也可以打碎的时候怕就是它会变成泥状，有些人比较暴力，里面有那个奶油吗？对，好，差不多。第二个步骤是要巧克力，巧克力 OK， 你们专业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巧克力比较适合做甜点？都是使用黑巧克力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黑巧克力，只要是我们专业品牌的，基本上都是纯素的。那当然，业界也有几种比较常用的，有法芙娜啦，有可可巴瑞啦，米歇尔，这几个牌子的黑巧克力，基本上都是好吃的，而且都是纯素的。好的巧克力都不应该有加牛奶，因为这种黑巧克力它味道就是最纯，你加牛奶会破坏这黑巧克力的味道。OK。商业用的包装，这是3公斤装，烘焙材料好像可以买到500克啦，250克啦，可以买到很小很小，或者是他们也有专柜啦，专柜有卖小包装。我们今天用的是70%那个法芙娜的黑巧克力。我们这段是教专业，先教专业制作。对对，不要先不要管，先不要管，对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用的巧克力，长形的纽扣状。那我们待会要把巧克力隔水加热融化，最好稍微把它切碎一点点，会加速，对，加速它的融化，融化会比较均匀。好，装满水，有一个内锅是干净的，空的。好，待会来装巧克力，巧克力也不用到切到非常的碎，就是一半。有我准备给你们吃的，大家可以试试。我不会吃巧克力耶，我吃不太出来差别。看你觉得好吃或不好吃啊？我觉得比较好融化一点，比平常的巧克力。真的有。这种巧克力会比较容易融化，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是可可脂。市面上比较便宜的巧克力呢，它里面的植物的油比较少，它基本上就没有可可脂了啦，所以它不容易融化。火打开，加热，那巧克力就直接放上来。
水的这个热度，还有蒸汽的热度，好让巧克力慢慢融化。那融化巧克力最忌讳就是直接放在炉火上加温，哦，它不能直接接触热源，对，它会烧焦。在烧焦之前，它有就可能就会变质，哦，巧克力达到一定温度以上，它就会油水分离了，然后就救不回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巧克力是专业巧克力，所以我们要做调温的步骤。调温就是调控温度。我们待会这个巧克力呢，它现在是融化的状态，那我们必须要让它降温，降温到适合操作的温度。那一般的巧克力你可以直接操作了。我们这个它比较细致，它里面的可可脂它凝固的时候，它需要一定的温度条件，好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好看好吃。必须要准备一支温度计。降温的时候，我们在旁边准备一锅冷水，好，不要到冰水，就是凉的就好了。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巧克力呢，降温到大概28-29度。那在降温的过程中呢，你必须要不断的搅拌，好，避免这个锅壁上的巧克力会先凝结。好，通常在达到我们要的温度前一度，我们就要做准备29。好，可以起锅。巧克力呢，很忌讳有水滴进去，但是我们操作的时候其实常常又有水，好，所以你要非常小心。刚刚切碎的 Oreo 直接进去了，直接进去混合。OK。先搅拌均匀。哇，对，你可以用烤盘纸啦，你可以用锡箔纸啦，或者保鲜膜都可以。那我今天有的细胶垫。待会呢，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圣诞树的造型，我们圣诞树呢，我们今天做5层，但家里想要做3层，你想要挑战7层都没关系，101层也可以。所以，我们待会会把它分成5个等份，好，由小到大。那形状什么呢？形状我们在这边操作。在这边操作，但是任意，你想要做圆形、正方形，随便你，你自己开心就好。所以，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圣诞树的食谱是10、20、30、40、50克。OK。所以第一个是10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塑形的部分。你如果想要做成圆形的啊、正方形的，这时候你可以放个圆框，然后把它全部填满。或者要做正方形、三角形、星星，好等等的都可以。那我们今天要操作的是，我们要把它做成树枝状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其他的配料，好，青提子，然后有糖制的橘皮，然后有核桃和这个蔓越莓，纯装饰啦，当然也有增加口感的效果，那就随意放上你喜欢的分量，放的时候尽量放在边边，因为都是叠起来会被遮住。OK， 再放凉一点，对，放凉，然后完全凝固为止。为了另外一份调温过后的巧克力，专门粘我们这个圣诞树的夹层，所以看你想要放多少都可以的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准备一个挤花袋，然后把这个融化的巧克力倒进来。挤花袋，所以如果在家里一般的袋子也可以吗？对，真空袋啦，或者是塑胶袋，然后开一个孔就好了。对，开一个孔就好了。一小把就好了。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拿我们的圣诞树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粘起来。那时候要小心，才不会把它剥碎。然后我们把边边整理干净，非常光泽的，就是最大片的，虽然是最底层的层。那我们在中间，好，挤上一点巧克力。我把多余的这个你不喜欢的部分，可以把它剥掉。你来组装模型。它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。好，背面也会挤上一些。背面也要挤。确保看一下是不是每一层都有被粘住。最后的装饰，翻糖球，翻糖，把它搓成球状，它有点像粘土一样。那翻糖一般是去哪里？烘焙材料行。然后我们装饰呢，华丽一点，可食用金粉，加一点点，让这个珠子变金色的。最后再撒糖粉。哇，好有 feel 哦！完全不同感觉。对啊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巧克力圣诞树。刚 Adrian 教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我们教大家做小资族版本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在超商里面就买得到。来，巧克力记得找纯素的 vegan， 看一下成分，没有奶的、没有蛋的都可以用。维多、okay. 最近刚刚推出的80%黑巧克力，是在全家买到的。然后一样 Oreo， 超商也会有。然后还有这种坚果小包的，一定都会有的，好不好？简化版。
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直接开始。如果我们步骤有做，我们那个大厨就会直接纠正我们。全下，全切。你要直接加速。对，我要加速版本。你敲棍没屁用，你用切的吧？好像没什么差别，有切跟没切一样。好，我们一样，第一步加热，隔水加热。我看一下，就是一般超商买的能不能融化？这个我还蛮好奇的。对。已经完全融化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超大的巧克力哦，也是可以融出这种效果。进来吧，巧蛋。哦哦哦！哇，有有有！我现在感觉我就是米其林的甜点师。这么简单，就不用调温了。不用调温了。我发现它凝固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，真的不同巧克力品质会有不一样。我们从一样最大，这个已经好的先可以先拿起来裂掉的感觉。哎，可以了，哎，可以了，成功了，好，它可以叠上。你看是三角形的，我们的 Minecraft 的圣诞树，耶！好，然后我们要淋最，它这边缝隙超大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道巧克力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，糖粉可以让你的视觉增加非常。演示一切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那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巧克力圣诞树终于完成了，这是专业的，看一下，我这是小资族版本的。好，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这个做这个的成本。我们这里的所有材料都是在超商里面买得到的，然后我们算今天有用的量，大概这样子只要188块，超便宜，物超所值。你就跟大家讲说，这是米其林的点心，我们交换吃好了，我们交换吃，那我吃亏吧，感觉比较 OK， 我们交换吃一下，那一体成型，我们剥边边吃好了，嗯，有，吃看看。它的巧克力，我发现加 Oreo 都好吃，都很好吃，嗯，比单纯吃巧克力好吃，因为它有一个口感，脆脆的口感，这样比较顺口，巧克力的甜度比较顺。嗯，好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家里自己做，圣诞节可以做给你的朋友，你要送给谁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Andrew 教我们今天这个甜点。嗯，多谢。好 ，OK。然后如果喜欢他的话，可以去他的 Instagram 或者是他 Facebook 有粉丝专页，都可以去按赞。对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课程，我想要报名参加都可以私讯询问他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企划呢，有跟西皮面包做合作，搭配一个圣诞节的活动。那活动内容是什么呢？一个快闪活动，只要在11月25号当天圣诞节，在西皮的营业时间早上11点到晚上8点，给一张小卡片，对，来门市就可以兑换我们手做的圣诞节巧克力。这是我们刚做的，但是是缩小版，我们会准备30份，然后大家就不用送礼物，就写卡片就好。对，不要送太贵重啊什么，就写卡片就好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可以收到你的心意，其他我们心领就好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大概拍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明天的，记得点赞，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， 订阅专门讲。我们每周三、周六、周日晚上6点准时在 YouTube 发布影片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那个收到最新通知。好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我们下边再见，拜拜 ，See you。